習駕駛方面，我選擇了 Young Drivers of Canada， 因為他們有很嚴格訓練的導師。他們的學員會學到緊急應變的技巧。除此之外，他們會學習到加拿大正確的駕駛規則。他們的學員更加會學到怎樣在雨天和雪天濕滑路面的駕駛技巧。在繁忙城市駕駛和平衡泊車，因為他們有這麼完善的駕駛課程，所以可以幫到你節省駕車保險費用。最重要的是可以保障你和你家人的生命安全。為了我孩子寶貴的生命，我選擇了 Young Drivers of Canada， 因為他們是值得的。那你呢？